咱三百回数的咱的这个技术台阶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。桃园郑胜轩，那我们也一起进入会场，由我们的北管演奏。来从冠田埔进城的，来发冠的演奏，来带来着咱桃园朱福江主办单位朱福江天上圣庙二妈的圣驾，二妈的圣驾来莅临会场。
咱小家人和新疆的嘛非常非常用心哦。咱的智能指数会，咱的真正幸福指数会，就是由咱的李文副主任啊，他们也要来一个精彩的一个演出哈、啊，希望能够在我们2018的八大湾妈祖文化节当中呢。在社会来到热来庆祝咱的天后上皇桃花源桃花源。